在音乐季上头，竟然有人带着比手臂还要粗，而且长有好几公尺的黄金蟒形来参与，而且这只巨蟒还被四主带到了摇滚区，搭在好几名的乐迷肩上，甚至有人举着蟒蛇玩起了波浪舞来。不过当下有民众觉得好可怕。音乐季开唱，现场超嗨，但仔细看台下似乎有庞然大物搭在好几名民众肩上。放大再放大，没看错吧？这比手臂还粗的，竟然是一条蟒蛇，长达好几公尺，被民众举高高或搭在肩上，随节奏摇摆。有人很享受，但更多人害怕，闪到一旁。公众场所，大家还是会害怕的。对对对对，像我本身的话，也会害怕。音乐季怎么会有蛇？原来这条巨大的黄金蟒周末被主人带来基隆参加爱与摇滚音乐季，还被举高冲浪，画面被抛上网，有人担心蛇会不会受伤，但更多人直呼很恐怖。尤其像蛇，它有一定程度的野性，也不是经过驯化的动物啦。即便经过驯化，它在这么高压的状况下还是很容易紧张，也有可能会有逃跑或是跌落的这个风险。虽然警方到场后，饲主随即离开，宠物蛇也没有造成观众受伤。带蛇出门爬爬灶到底能不能？动保法目前还没有相关规范，但防疫所提醒，宠物在人多高压环境下可能会逃跑伤人，若危害到民众，可依社委法送办。此外，宠物若因此受伤，也违反动保法，恐怕都不是饲主想看到的结果。记者蔡志恒，基隆报道。